Wu Shaoji, a young man from central China's Henan province, is obsessed with the diverse cultures in China's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. He has founded a pottery workshop in Urumqi, the regional capital, to create artworks featuring various ethnic cultures. 我是从伊犁年来的新疆这边，当时是因为考学的原因来到乌鲁木齐第一个星期，我就到了新疆国际大巴扎，很吸引我的呢，就是琳琅满目的彝族特色的一些小工艺品，还是对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个文化的一些东西比较痴迷吧，算是，就是想通过自己学的这个软陶彩塑的这种材料，做一些具有咱们新疆民族特色文化的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。 到塔县去了解这个塔吉克族，还有就是维吾尔族，包括去新源、去伊犁那边去了解咱们这个哈萨克族的一些文化，然后把这些素材当时搜集完了之后，回来进行创作了一些作品，然后后期呢参加一些中国工艺美术的这个大赛，我的一个作品是十二木喀木，当时呢就获得了咱们这个全国的金奖。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女孩，然后她呢是在青岛。 读研究生，当时呢我就看到他一直盯着我的作品在那个地方看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维吾尔族？他说对，他说我是从小7岁的时候就去了内地，然后就一直没有回来过。然后他说我从你的作品里面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。听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当时对我的内心是很触动的。通过我的作品能够有一种思乡之情，我还是很成功的。 然后通过这个事情呢，我就觉得我坚持做咱们这个新疆文化这一块的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希望就内地的游客通过我的作品和产品，对咱们新疆有一个新的认识。可能冥冥之中，我觉得对这边就是有一种情结在。新疆就像是我的第二故乡一样。